空間好窄嘅啫。好。我看到兩邊都是牆是木，但是下面呢，下面是不是木來的呢？我都看到旁邊那些都是木的。這個都是信號位的。我已經進入了方舟的遺骸的內腦，我看到的呢就是一條木的樓梯，呢度系条木嘅楼梯，听唔听到有木声？好，我带大家再望上去上边，上边见唔见到一条木？呢度一条木，呢度一条差唔多成两三米嘅长木。Dream
便去找俗世里的灰尘，寻过了千山千片才知在一起同行，心中放纵揭发我便得到牵引，我知道已共你这么近，谁兴风作浪留守方舟，铁定如落日我在高呼等你回音，倾尽勇敢能相依靠近人间天。